Hello， 姐妹们，收到粉丝举报，这里有一家世界上最大的陆生蟹椰子蟹，老板辛辛苦苦帮我找了好久，一只螃蟹足足20斤，今天我们就去尝一下，好不好吃？好，终于赶在天黑之前到了。晚上好，请问有预定吗？有，姓陈。哎 ，Hello， 我的硬货在哪里？在呢，在呢，来。哇塞，这个吗？对。妈呀，姐妹们，它很厉害啊，它可以徒手开椰子。天哪，它跟正常的螃蟹真的不一样，真的长得好像外星生物啊！妈呀。活的活的，我的天哪！我今天就是来验货的，来看看它真的有没有这么猛。哇，妈呀，这个也太猛了吧！哇，试图用笑缓解自己的尴尬。哇，这个也太大了吧！它还是蓝色的，尴尬了，和螃蟹撞色了。快送大兄弟上路吧！陈小姐今天的搬家为您安排在这里。哇塞，这么大，吃完都可以在里面跑上一圈了。哎呀，陈小姐，那椰子蟹已经帮您煮了哦，可以送他上路吧。赶紧让他进我的肚子吧。你看其他你还想吃点什么？这个我就不看了。然后今天你就根据我的气质帮我安排一下吧。贵气的气质吗？就你看着安排吧。好的，贵的我懂了。这下终于不用愁今天的营业额了。便宜的。小姐姐，你也太看得起我了。等菜的时候再来喝一个小果汁。陈小姐，这是您的帝王鲑刺身拼盘，帝王鲑的产量只有全球三文鱼的1%，所以它更加稀有。那您慢用。哇塞，嗯，好，谢谢啊。这小姐姐也太可爱了。嗯，好嫩，好滑，好香啊！再来一个这个。哇，这也太爽了。嗯，连叶子都不能放过。直接上头到抽搐。哇，这叶子好上头，这一盘应该价值不菲吧？他不会真的是按照贵气来安排的吧？这玩意儿居然还能爆出，哇，一个字，美味。3, 2, 1，你不知道说了个啥，喝个水冷静一下吧。那一坨东西真的也太上头了吧！鱿鱼来啦，鱿鱼我帮你拿下去切一下啊！好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我就喜欢吃这样生猛的。你这吃法怪吓人的。哇塞，全部给它整上去！妈呀，这个也太香了吧！亲个小嘴儿。你别笑。这鱿鱼口感还挺独特的。嗯。它真香。好嫩，好好吃啊！Q Q 弹弹的，皮皮下来啦！这么长哇，陈小姐啊，这个也不用切吗？啊，真不用，你徒手剥吗？我用嘴吃。小姐姐真的太温柔了，但我的铁砂掌也不是吃素的。她真的比你温柔多了。喂，工资还想不想要啊？搞错了，再来。啊，宝贝们，我们来用手吃。天哪，那个小姐姐太温柔了，就。一整个把人家心都给酥炸了，不说了，开吃。哇，比我的手臂还粗。今天提前干饭了，姐妹们，艾瑞巴蒂 ，Let's go！ 哎呀妈呀，这个真的太好吃了。哇塞，天哪，这个也太大了吧，妈呀，这个您一整只准备怎么吃呢？就还是用嘴吃啊。这问题等于没问。天哪，这后面还有个鼓鼓的，短短的，先来吃个这个大蟹钳，就是它能把玻璃杯都给夹碎，它的肉看着就好紧实啊。再来蘸上这个爆辣的料，哇塞，哦，这个还吃起来跟别的螃蟹真的不一样，好嫩啊，全是椰子的味道。嗯，哇，真的没翻译它，死也没翻译它。嗯，不想让我吃你就直说。太狠了吧！它壳的厚度都比正常螃蟹厚超级多。哇，吸了一口精华，这个真的是比石头还硬啊！哇，妈呀，我手都给夹糊
浓啊，这个是它的膏，天哪，太精华了吧！来一口，哇！哇！这个吃起来真的，就是那个一下吃，就是那种啊，很像汽油。我天，这真吃不了，打包给粉丝吃。